起你作為基督少年軍的隊員，要了解本身的責任。你們是否願意遵守分隊的紀律，作少年軍的模範，並盡你們所能，全心全意去服務基督少年軍？我願意。願上帝賜力量給你們，使你們在分隊中成為傑出的隊員，和主耶穌基督的精兵。好，有請牧師就座先。他們會獻一首詩歌，願主愛圍繞你。